可是现在该不合适好？对啊，我刚刚不是已经把这个菜放在这了吗？对啊，它就放在这啦、啊。那为什么我还会再放在那里啊？嗯，真是耐人寻味。难道这里会有多什么东东吗？那如果我用绳子看到主机蛋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哦，那边有一本书啊，可以把它拉出来吗？煮鸡蛋，左轮手枪啊，可以进来嘛？搞什么啊？捡起来啊，当然捡啊！可以看一下那本书是什么吗？后书啊，拿去烧。对，干嘛啊？谁啦？哼，你以为你吓得着我吗？哼，我屁哦！这里，然后把书丢进去，烧一烧，可以煮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什么声音啊？什么？又要逃跑了吗？不要逃了！怎样啦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吃那个书哦？滚了！这集在煮哦，有热的菜饭，看，哎呦，血汁风味咖喱，那我现在应该是都有了哈。红色一体的菜肴。我现在两个都有了，可是到底为什么啊？我们的菜明明就放在那里了，我一直随时都可以拿着菜。哎呦，再存个档，存个档，存个档，我有存到吗？再存一次，有。这部旧的声音应该是有存到。对啊，这菜名就在这，搞屁哦！看，我又有高丽菜了，我可以放两个高丽菜吗？乱来。按错了，家里满意了没啊 ？Hello， 多少天了，终于能吃到了，开心了吗，孩子？一脸满足。好了，我应该可以去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话要说吗？没有，可以去了吧？你不会杀了我了吧？对啊，可以去了。村长。为什么存档点要在离下一个房间这么远的地方啊？绘画和食物，依赖患者的医生，口服药，魔王和活祭，骸骨，空腹的孤独女子，搞什么啊？讲电话的男人，电话，空腹的孤。看，这看起来就会吃人啊！天哪，范本，你会吃我吗？你不吃我？嗯，所以要从这里拿吗？可是我又不能拿东西。骸骨，空腹的孤独女子。天啊，这好可怕、哦！我放一个。高丽菜扮野猪，煮鸡蛋。哦，救命啊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哦，没事。咦，他给我一个红色一体。好诶、欸。高丽菜真的是有是 bug。快喝，你给我喝。喵喵喵喵！你变红嘴巴了没啊？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啊？你还有红眼珠呢，让我回去存个档啊！不要这样子，他为什么有红眼珠？
他是不是中毒呢？这个范本跟你 ，What happened？ 嘴唇肿起来了。他为什么要偷看我？他这里有存档点，这还不错啊，到处都有存档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到大大的招财猫，好大，好，好恐怖哦！哎，这边过不去哦，这里是什么啊？哦，底下的墙壁，好哦。这里是什么？这里门关着，这需要打开。我肚子好饿哦，我午餐刚刚才吃过，可是我还是好饿。猫猫有话要说，跟吾辈相称的东西。哦，卫生用纸，不怕死测试。卫生用纸，可以过去了没？可以，真的假的？啊！天哪，我喜欢这个，这太好笑了。好好笑，卫生用纸，卫生用纸错了吗？那可以放鸡蛋吗？应该是不是放这个啦，我看看能不能放。哦，高丽菜眼珠，什么都放得下。左轮手枪。哦，我的手枪可以吗？还是你也要把我蹦蹦？所以应该要放一些柔和的东西，他才不会就是杀了我，是吗？好吧，让我们来调查这里有什么。房间内的摆饰后面，这个、哦、拉开，感觉会看到不得了的东西。先来看看这些熊熊。好，不理我是吧？好哦，不理我就不理我啊。先来拿一些卫生纸。好，上楼喽。我来上去。好，然后这感觉门等下就会把我关起来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怎么不说话、回去的路。哦，没事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又是一个后面，更多的礼物。恶心的味道，有个锄头，捡起来啊，很重。好，啊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捡起来，好、哦。OK， 金酸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啊，黄金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倒下来的门吗？不能走过去哦，外面是墙壁。打破它，打破它，打破它。嗯、啊，不能打破、哦。这里有个东西耶，好高哦。其实它中间有些让我在意的东西，像是什么地板，请不要胡乱敲击地板。这里有存档点吗？没有存档点，那我只好胡乱敲击地板了。难道我要站在上面用吗？这样我不就自己会掉下去？哦，它会自己退。开了一个洞，跳下去，下去啊 ，Go！ 哦，是这边，这是我刚刚过不来的地方嘛？哎，不对啊，不是，是我刚刚过得来的地方哎。哎，那我来再存个档。我可以用绳子把它勾下来吗？不行，
哦，家具后面有个拉杆，拉下去。你要掉下来了吗？再拉。扎下来了，拉不动了。有东西啊，这边又有一个洞。好，我再可以用锄子，不是锄头。又开了一个洞 ，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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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。诶，哦，这次还是锁起来的那里，这样我就可以，我可以打开吗？不行，什么？用砸的。好，那我赶快先砸，以免我等下进去里面有东西杀了我。好哦 ，Let's go party party tonight， oh oh oh。我赶快来闯个荡。是这边，没错。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而且要逃跑的时候，还好这边是一直线。我觉得这里一定会要逃跑。要修，要修修。完蛋了。完蛋了，这一脸就是要逃跑的样子。西去者绝不轻劳。我是不是应该要，所以应该要下去另外一个门，想办法砸开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有厨子，我应该先把所有的门都砸开，然后再逃跑。这个哦，可以开。那我先看这边的好了。哎，哦，我的锤子已经掉了，糟糕，糟了个糕。所以是等一下要强行打开它。可是打开之后，哦，有一个小缝缝 ，OK 的，我了解了。可是我刚刚好像按了很多次才打开，我应该按很多次的吗？还是刚刚那是我按的？不太好，阿杰。其实这个快速没有很快，这个蓄福德快速键。捡起了金币，又要来被追了，真的是很讨厌那些怪物。啊！差一点点，再次难过 ，so sad。为什么这条路要这么长呢？我刚刚可以确定那个门真的是要按很多下才可以打开。嘿嘿，啊可是，哦开了哎，他特地为我开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救命救命救命！谁破啦？谁破了谁破了？不关我的事。穿戴，我应该回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你们都在干嘛？哎，关不起来，开不起来，你们睡觉了吗？头部滚落在地，哦吼，哦吼哦吼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拿偷来的钱放在猫猫的那个上面。金币，为什么我们物品的顺序都一直怪怪的啊？不是最新拿的东西会放在最下面的，而是会放在奇怪的位置。蓝色的楼梯，成长点嘞？不是这里通常应该有个成长点吗？诶？水路调查调整室，
红色的配置箱，红色的，打不开，空的吧。空的油罐，油罐可以干什么？这有个按钮，不怕死的孩子乱按，卡上去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刚才最没事哎，发出热气，所以我应该要找东西来装，是不是？这开不起来，存档点嘞，给我存档点、啊。这里音乐不错，可是我要存档点啊，在这，赞赞。这里有好多花花哦，好大哦，我要被花花吃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是一个围栏，怕我掉下去，真是贴心哎。这里怎么那么远啊？那书很大，看一下我刚刚拿到灯油罐，灯油哎、欸，还有我还有拿到卫生纸跟刚刚应该是 bug 的高丽菜眼珠，就是我的物品很多奇怪的东西耶、欸，花的养分搬上去啊，我等下是不是就会被吃掉啊？被暴风雨一样的水灌进去，拉杆回不去了。我要被花吃掉了，回不去了。什么？是我应该在刚刚看吗？然后什么？是代表我已经死定了？啊？那我这样干嘛？我不是死掉了？哦，还是可以出来的嘛。我死了，果然还是不要乱拉哦。原来它的养分是我，好哦。怎么办啊？存档点好像很远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在这。好，那我们该这次先来看上面。人偶你怎么了？你要帽子吗？为什么帽子不能调查？不能进去、欸。那先来看这个故事。我想让花开。但是花都不开呢，一直浇水也不够，该怎么办？它需要一些鲜血。这里有一盆小花，所以我要找一个代替的东西。刚刚上面是不是有在闪啊？还是我错觉？没有东西。所以其实这里也没有很多路嘛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条。我有东西可以把它剪掉吗？不行、啊，我可以跳下去。不行，所以我应该要先看看那些字，对不对？读，我喜欢爬山，总没有人烟稀少的看景色，明明是白天却昏暗，看不清楚脚步，硬生生。花盆坏了，他们都是好像就是在迷路的时候，然后遇到了那个爷爷，然后爷爷就用他们喜欢的各种方式，就是让他们留下来。对，然后他就把他们都关在这里了，然后就会忘记他们想要回去，想回去也走不了。然后就变得很开心了，救命！是变成了，哦，是寿司。然后，可是我可以干嘛？看看花外的花朵，可以睡觉吗？不要擅自躺别人的床，人偶的衣服，不要胡乱创作。哦，原来他刚在警告我。刚刚都没仔细看，可是我看完这个之后可以干嘛？我有什么东西吗？
灯油罐是空的，我可以用灯油捞水吗？我试试看哦。哦，可以耶，浇水。那我去浇花好了，去浇向日葵。向日葵应该是好人吧？浇花。啊，不行，浇花。那这里呢？再浇一次，不死心。好了，不行。那浇这个嘞？可以浇这个吗？不行，怎么什么都不行啊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花都不开，有没有阳光？好了，我先回去咯，我先存个档，然后我要回去咯。这里就没音乐了，我已经忘记这边是什么了，这两间我都忘记了。哦，这个控制水的机体发生错误，我直接对你浇水会坏掉吗？不会。那浇这个，坏了。那我还可以把这个浇熄，浇熄了，浇熄你。这很棒的是，至少我不用去回去装两次水。室温下降了，可以拿这个吗？不行，我可以硬搬开吗？我没有工具了，好吧。哎，可以开了，水路阻断。好，那我现在，哎，哦，都变蓝色了。好哦，你应该没热气了吧？可以拉了。好哦，出去。水虽深，这外面都是淹水了，对不对？赶快存档。存档点在哪？存档点在外面。这间还不能开。我觉得这边长得很奇妙，很像室外，很有温馨的感觉。水虽都淹出来了吧？开心？哦，还没哎。那水流去哪了？那些水怎么了？我刚拉的那个到底插在哪里？哦，这里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了，还是没有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是一样的。呵呵呵呵呵呵，我要等呵呵呵呵呵呵，好。好，救命！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没水了。可是我又没有其他事做，我现在可以下雨了吗？好吧，我再下雨一次。如果我又死了，那就随便啦，管他的。按啦按啦，搬。很有养分了吗？是这样，这里可以过去了没？可以嘞。啊，不行，我在发什么神经？花花开心了吗？哦，染成鲜红色的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那那个人我应该开心了吧？嗨，耶，没事了，他可以动了。讨厌他，所以你要当心那个男人。管家是可怕的人吗？他给我剪刀吗？哦，没有，是小向日葵，好棒哦，谢谢。前面很小心。他是不是那个写日记的人啊？他被绑在这里，因为他再也动不了了。这些人偶都是人。得到向日葵，看起来小巧可爱。啊，觉得好难过。那些人都是被抓来的，对不对？
按错了啦。好哦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